接下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6到28度，有4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一圈日最高温28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高温也是28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12到26度。嘉义阿里山12到25度，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高温来到了26度，台中和平15到26度，苗栗南庄师坛泰安19到26度，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14度，高温来到27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最高温27度，宜兰大同南澳最高温也是27度，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气温落在24度以上，最高温28度，秀林万荣最高温也是28度，寿丰丰滨高温26到28度，凤林光复瑞穗22到27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高温来到27度，台东长滨成功东河气温落在24度以上，最高温来到28度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高温有27度，鹿野台东市卑南高温也是27到28度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高温一样27到28度，都有3成的降雨机会。兰屿24到28度是4成的降雨机会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高温28度。